乐学堂。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晶晶姐姐今天带来的是狗狗巡逻队的六位成员和一位队长，同时呢，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装备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穿着红色马甲的是我们的毛毛，它是一名消防犬。当需要启动飞行模式时，按下按钮，引擎就会打开，同时毛毛的四肢会腾空，火力全开，呜，降落。毛毛的装备是一辆消防艇，当发生紧急情况时，消防艇的后面就会打开。好了，毛毛要去执行任务了，出发。这是我们的工程犬小丽，小丽也有飞行模式，腾空，出发。就发现地面有工程项目，降落。小丽的装备是一辆挖土机，小丽向前冲，准备挖土吧。成功挖到，启动后置装备。小丽要换一个地方去执行任务啦，出发。这是我们的特工阿奇，阿奇可厉害了，搜救追踪都在行。阿奇在空中搜寻着凶手，发现目标，准备降落。阿奇的装备车是一辆警车，前面有一个大喇叭，接近目标时，阿奇会通知，请放下武器，你已经被警察包围了。阿吉要去追踪凶手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的修理专家灰灰吗？打开舱门看看吧。灰灰平常是环保大使，经常会提倡我们别丢掉再利用。灰灰，启动飞行模式吧。空中看看哪里需要再利用，找到目标，降落，关好舱门，灰灰要去执行任务了，出发。这位正在玩水的就是我们的潜水员陆马，预备跳。陆马的装备是一辆潜水艇，每当需要出任务时，它的潜水艇两侧就会出现搜救工具。陆马真是我们的水下英雄呢。好了，陆马收到了紧急任务，得赶快出发了。在天上飞的就是我们的飞行员天天，机身分离模式，准备开启。360度旋转是天天的拿手绝活哦，你们看好了。狗狗要飞天了，天天准备上天吧。好了，六位成员都已经介绍完毕了，那我们接下来是队长时刻，队长莱德出场。队长每次都是骑着摩托车来汪汪队分配任务。汪汪队集合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去执行任务了，小朋友们遇到危险时记得大声呼救哦。下期再见吧。